这个啥呀？张鸭子。不有这个我过来，我给悄悄跟你说啊，这个张鸭子，我跟你讲啊，这个不是这么回事，好吃好吃，这个好吃是好吃，但是里面呢就是说防腐剂太多了，这样吃多了对身体不好啊，这个吃了身体不好，听见没有？这个而且价格又贵，100多块钱一只，你看不合算。500多。啊？500多。啊，500多，那我们就看看就得了啊，过马路啊，注意安全啊，来走。哎，这这啥的嘞？啊？这啥？姑娘。姑娘是什么东西？水果。水果。这个水果。这是啥水果啊？灯笼果。啊？灯笼果。多少钱一斤呢？25一斤，这个吃了没人。来，小伟，你帮忙尝一下是啥味儿呢？小伟，你帮忙尝一下。他先买。啊？他先买烤鱼肠。你安不安心买？我先说。安心买可以尝，25一斤。安不安心买？别人说的安心买就尝就。好吃啊，都是做的。安心买。啥味道的？啊？啥味道的？甜的。甜的是吧？你信不信？你信不信是甜的？我害怕。啊？8块钱一斤。人家说的到底多少钱一个？25一斤。25一斤是吧？这个你可拉倒吧！我的礼物，我们来买吧。有这25块钱没挣过，买吧，买，先尝了再说。吃甜的会得糖尿病，对孩子啊，我给你吃甜。等，还先尝一下，甜的吃多了容易得糖尿病，知道吗？好吃吗？这个吃的好。称一两吧。一两怎么称哦？一两怎么称啊？这25一斤，我称一两吗？称一两，2.5块的，尝一下。孩子，这孩子就是嘴馋，尝一下就行了。吃一两就行了啊，一两就行。哎，不要耗那么多，少耗点，哎，少耗点，意思一下就得了。2两吧，2两5块钱的好算点，哎，多了没啥意思，难得甜。啊，就这点。哎，我发现这个给你出来，我怎么那么有压力呢？今天估计，哎呀呀，还掉了，哎呀呀，我这25，我今天带200块钱，带200块钱够不够？吃，这玩意儿别吃了，吃多不好。4两行吗？4两吗？这有4两吗？对。啊，我看一下，我看有没有4两，我掂吧掂吧。掂吧，放心吧，你怎么才4两？4两，有吗？走了。小伟给钱。没现金吗？我也没带现金。哎，把老子吓一跳！微信转账吧，老板。微信没有。微信转账。没有微信。没有微信啊。有现金吗？又在干嘛？你又在哪摸？屁股后面来吧。来，快拿。快拿什么？在屁股后面，快拿！快拿啊！不拿算了，你还倒水呀、你玩高山流水是吧？你看我直播看多了，来10块，不用找了。本来就不用找了。那边啊，好，本来就不用找了。那我拿100块，不用找了。你过马路吧，你这是，这个我干的，这一路都在花钱的，我的平时间我直播都不带花钱的。哎呀，这两天花钱花到我心里头。啊？无花果，无花果是什么东西？先把这点吃完了再，好不好，孩子？这吃多了。那我给存着，慢慢吃。存着慢慢吃。小祖宗，你饶了我吧，好不好？我挣点逼钱不容易啊，小祖宗。我发个，我给你买张机票，你回成都去吧，你行不行？好吧。我买一个就够了。一个啊，我去问一下，一个还可以接受。我等你完了，我不想吃。老板，这个这叫山竹是吧？无花果。啊，无花果吗？哦，这个无花果一个能卖不？可以。不是，他孩子就是好奇，他想尝一下。对。那一个就不用存了吧？给2块钱。过来。我
给两块钱吧。挺好，那个天天镜头感说了我们不吃，行，只要一块，一个到他尝一下就完了。那还是3块钱，不是2块钱吗？2块钱嘛，都是老乡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我娃儿家的都去，娃儿家都去好耍过，是吧？2块钱，两块钱，2块，就2块，哎，2块钱，哎呀，3块钱，我真的亏本了。